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公布一些比较有趣跟今天要做的事情。今天呢，要做的事情很 easy， 我们呢要去打金地牢，有没有很快？告诉大家为什么那么快？因为我发现，如果我去刷那个铜地牢跟银地牢的装备啊，刷太久的话，那个。刷太久的话呢，那个时间会拖太久，而且会很乏味，所以我就直接自己刷。然后刷一刷第五场的时候呢，我成功刷到了武德秘诀，并且是制造了这一把武德上刃。而且很高兴的是，看到他那一行字无法破坏，于是我就兴起啊、就是兴趣的兴啊、你们懂的。然后就直接去一样去刷银地牢。我刷了第二场，我刷到混沌上周卷。这个，然后呢，再刷两场，总共刷了四场，我又刷到混沌之心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得到的东西，真的就是刷 boss， 就是刷 boss， 只是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乏味，所以我就直接不拍了。对，我们就直接继续我们的进度。所以我们就，我昨天你看这个 label， 我刷了很久，真的是刷了还蛮多次。然后它里面有时候会送牛蛋，所以我的牛几乎都是从牛蛋那边砸过来的。然后我这边有准备一个小麦，那偶尔呢就可以来喂喂牛啊什么的。然后今天的任务呢，然后我在打的时候有送这个，我打到护腿，对，就在上一集的时候我打到护腿啊，那个护腿也不错啦，所以没有说加攻击力，也没有加很特别的东西，它就只是单纯的护腿，可是它是无法破坏的，所以我尽量避免我的装备，因为这些装备都是重做的，这些装备都重做，所以好像那也就快用光了吧。啊、你看刷到我的这个已经刷第二次，已经刷到快一半了。所以蛮那个浪费的，所以我就很小心的用，然后还拿到这个心智工作站。我知道它有什么好处，就是像是我摆这里好了，那我这边有刷到很多附魔书，它几乎每次打 boss 都会有附魔书，那这边就刷到一些附魔书啊。然后我有去买一支这个叫无限增值的稿子，好处是呢，我们有这一把，可是它无法破坏，但是哇很慢，但是有了这一把呢，可以自己来制定属性，就是说它是无法破坏的，我们可以将它合成那个，我的效率好像就一本哎、欸，哦，我的效率有两本，我们可以把它合成效率三，对不对？有了效率三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合成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幸运12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拿，我们试试看好了，应该也是无法破坏吧？效率，我的幸运有1、2、3，哦，我有三本，然后我的效率有。耐久哦，效率有两本，好，大概就这些。我们用这两本去合成这一把稿子，希望它可以变得更猛。诶、好 ，OK， 嗯，效率三，那效率三再合成一个幸运三，好，合出来呢，这个稿子就可以成为我们挖矿用的稿子，因为呢，它无法破坏，而且它有效率三跟幸运三，我们以后挖矿的时候。就有机会率比较得到好东西，而且它的名字跟它的那个属性是几乎一模一样，它叫做无限增值的稿子，所以我们不管合什么上去，它都会变得很猛很猛，对不对？很棒。那有一个我有附魔到无限的话还好，因为之后很强的弓啊都可以有无限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去打造那一把混沌之剑，混沌不知道是不是也是那个无法破坏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是一直去刷。然后它需要元素，它是需要元素的。走，我们去合成，制造出那把神剑，我们就可以马上拿去打金地牢。我还记得合成方法，我还记得。哎，这个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在下面，然后左右边各八个，因为它的合成方法跟那个什么武德上刃一模一样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来。无法破坏，爽！它无法破坏，赞啦，赞啦！奇怪，才加五而已，好少，管他的，攻击力50，我的天哪！混沌之剑，拿这把剑，我就觉得哇哦，我屌屌的。好，那我们去看一下，因为还有其他的剑啊、武器那些，还有合成方法，可是感觉都。我记得好像什么巨龙啊，哦，英雄剑哦，加70哎，可是我不知道这个素材怎么得，而且它好像会破坏，对，它会坏掉，
我还没有，我不知道这怎么得到，我没有找到方法。那这个巨龙也是，它也是很高，可是它这些材料怎么得到啊？没有去打过，我可能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啊，还有这个，这是之后会得到的攻，可是我觉得它的攻击力还好，它加420攻击伤害而已，好处是它无法破坏，对，而且它自己有内建无限，它有无限，对，所以是之后的攻，这就是武德上刃，我一打到它，我马上来合成了，我就一直马上来合成，就直接加45又无法破坏，我就直接再去刷影帝佬了，你看就这个，我打了好久，影帝佬还好哦，影帝佬刷了10次。同地料再加录影的话，总共刷了6次。对，好处是呢，经验超多，经验超多，而且只要赢一次，就可以得到两个那个泰币吧，是什么币？这个可以得到两个博币，20个，我忘了。好，那今天的任务呢，很刺激，也很好玩。我们要把这些装我都是暂时穿着，因为它无法破坏，我就不想浪费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换上最屌屌的装备。对，然后我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，铜地牢的钥匙好像只有在那个，好像只有在哪里啊？只有在那个铜地牢才很容易刷到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铜地牢比较容易刷到。噔噔噔噔，哇，我们超硬，只有铜地牢比较容易刷到，银地牢几乎没掉过，银地牢真的几乎没掉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铜地牢的小怪啊，记不记得吗？打一打就掉，对不对？打一打就掉。可是银那个银地牢完全不掉，我真的是不清楚为什么银地牢完全不掉，是不是有比较特别的方式还是什么？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打都打不掉，它都不掉，这是怎么不掉？不掉就是不掉，好，不掉我们就不要玩了，好奇怪哦。好，异界碎片我不知道可以干嘛，先放着。那我们现在有这把武器可以不用。我才用你一天呢、欸，没有，我才用你不到几个小时就换这一把，因为这两个都无法破坏，所以他们几乎不会有耐久的问题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报告的呢？祝福沼泽好像不用用到吧？好像又要，好像不要。这个整理一下，这头盔是什么头盔啊？哦，我的密银头盔，我把它暂时放在那边，因为我觉得它还不会用到。这是我的密银，希望我下次还记得我怎么放的。金苹果放上去，好，OK。而且我看过攻略，就是我们的攻略啊，我们只就大概穿这一些装备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去可以去攻打他们。然后我发现我的装备好像。这些装备都没有穿完的，都快被我弄爆了。我可能要稍微那个整理一下。金地牢攻略看过，魔法术爆炎术，这一个是在那个银地牢刷到的，但是我还没有用过。应该是我几乎根本没在用。那个什么魔法术啊、巴拉巴拉术啊，我几乎没用过。好了，废话不二说，我们赶快出发去刷地牢，一度上升。我去看一下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，请问有没有一个装备叫做带着会得到火把的？有没有？带着火把拿一下。我可以，我带着可以得到火把的那一根，不，那一把装那个装备嘞？哦，找到了，在这里。我们带一下这个，可能会用到。我是说可能。好，走，二话不二说，我已经讲了好几百遍了 ，Let's go。记录点，你看 ，The Indilo， 抱歉我不会念啊，这是 Boss 一，在第一关的 Boss， 我就直接传送，对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开始铜地牢，然后呢刷完钥匙，再直接传到 Boss 的身边，而不是他的身边，是他的门前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攻击，对，我们就直接刷关，我刷很久，好，这就是金的世界，视野可能会有点暗，因为在下雨啊 ，Sorry， 那我们就用我们把雨停掉，好讨厌的雨。找到 bug 功能书了，来，求求你，清除，怎样？啊，还是一样。哦，停了，好，走吧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嘿，希望今天能够打赢营地啊！我看一下啊，好小哦。不要以为它小就很难打，不要以为它小就很好打。呼吸，吐气，金苹果没带，好急了。收拾了，嘿，好棒哦！啊啊，等一下，
等下，就好暗，好暗。等下，好暗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Stop, please, 等下，太暗了，我什么都看不到啊。苦力怕是哪来的啦？走开啦，好暗哦。能否让我那个，让我弄一下那个啊，好暗哦。啊，等下，我在试试念什么，好暗。可是这个地牢的设计有问题啊，能不能？哦，死掉了，有用。等一下，就等嘛得 ，please， 好痛，我不想让我的装备快坏掉。等一下 ，please wait for me, alright？ 等一下，大家会看到会发亮，都是怪物啊啊！等我砍一下好不好？怪物有点多，就他妈的，等一下啦。啊！嘿，sorry， 有点混乱。这边是播报员，小白正在被砍怪，嘿，目前稳定，但是视野不佳，请观众稍微等待一下，待会就结束了，让我杀掉他们。警告，慢慢的减少了，他们在自残，快跑！哦，好，完蛋了，又吸引更多了，GG，食物，稍等我，好暗哦，他们都很没良心，等一下啦，哦，很多怪，不行，需要回复 ，OK， 好，凋零状态下应该无法回复吧，我觉得，好，走啦，等一下啦，太多了，一来就蜂拥而来，我刚猛忘记装备火把，火把，啦 ，OK， 好，火把亮光。谁砍我？你砍得很凶 ！Oh my god， 不能只待在这里，会死掉。Oh my god， 这根本就是同地牢的观念啊！完了，他们围殴了我的生命！啊哦！我在哪里？哦，我死亡的地点在哪里？你们真的超坏的，都不会。等我一下呢，怎样啦？我已经够可怜了，还想给我一点光啊？好啦，播报员表示目前已经有点稍稍稳定。那怪物还是很多。等一下，你们不要，我没有要结束挑战啊！好多坚持啊！等一下，擦，我擦，亮，我要光，给我一点光好吗？你们可不可以？你真的是有够机车。真的别逼我爆出口，否则我连你三代阿嬷全部讲出来骂。啊啦啦啦啦！我知道你变骷髅了，你哪来三代阿嬷？我知道了，好啦，哦，死掉了，耶！滚，去武器走，走开，滚！你们很丑又很脏，猥亵，爱顶我，我顶你，顶回去。我刚刚到底在过程中念的是什么？好了，剩下的都是速度。你想干嘛？再来啊！我不怕不，我觉得那个怪物移动速度有点快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开场，有点混乱 ，sorry。嘿，这两只那个凋零版的比较难打，可是他们移动速度快，可是他们生命很低。嘿，像这个就比较好砍，可是像战士比较硬。哦，像凋零骷髅还好，你看他弱的跟鸡一样。啊呜，输被我骂就这样子哦。你用顶的，我用什么啊？我啊呜，从后面来。啊呜，没关系。差不多把你们削到快没力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快没力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天哪，我的装备爆了！你知道我的装备是花了多少东西吗？爆掉了！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，我的装备爆了，爆了哎！爆掉了，我不能想象。我不能相信，好痛，很痛，走开！我难以想象，我的奥钢系列爆了！我的天，奥钢系列爆了！我连最防御力最高的上衣都爆了。机会吗 ？bug， 好痛哦！
我觉得ちょっと待て，奥钢系列真的是比铁装比金装还烂的装备。来啊，呵，在哪啊？啊，哦，好痛很痛，我已经没有组装了，好，我的装备耐久这么快就爆了，是因为凋零的关系吧？太难了啦，应该说我的防御力太低了，不是防御力，是我的装耐久太快了。有没有办法让装备耐久变成无法破坏？有这种好事吗？嘿，要不然我觉得我太亏了，我太亏了，我真的太亏了。你是？哦，死了？怎么戳一下就死了？哦，有没有好东西啊？原来有生命碎片，可是你这样子还得了我？我那心碎的，有了，补一点奥钢锭给我吧。好吧，我们可能只能打前面一点点了。我们的奥钢，应该说，如果我们的装备还有的话，我们还是可以打。如果有的话，如果还在，应该说，如果装备还在，还是可以打。可是就是因为我们装备死太快不见了，我现在只剩枯工了。你们真闲哎。有，他有给我奥钢钉，有留几个给我，我还可以去做点装备，好不好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啊，没想到我现在连拿这个王五，应该俗称王五了，也很难招架到他们，他们实在是太可怕了。好，算了，先整理我们的东西再说吧。凋零骷髅头骨用吗？好像没有。金，哎，金币不要，金币很多。哦，天哪，吓到我！可是我觉得他们的攻击力啊，如果一有生命加倍的情况下，砍我是还好，因为我现在生命其实少了组装的防御力，还是可以，还是够的啦，对不对？天哪，这样子的话不太妙，因为装备太容易坏了，一点点耐久都不行 ，hold 不住，他 hold 不住，他是一个 hold 不住的装备。嘿，好，把我们该带的都带走，这个就好了，这个魔法比较重要。哦，没事，好，走，我们去搜刮下一个箱子，把面包拿下来，把铲子丢上去，几乎没用到它。你们真的，哦，不要再过来了。你知道我的装备已经爆，我要回去做一套。可是如果回去做的话，又可能会就是凋零状态。有没有人可以教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装备的耐久更久？要不然其实还蛮。来，什么声音？好，希望能补点爱心。这个，好，生命碎片啊，拿在手上可以增加生命。喽，增加中。需要等蛮久的。哦，还一个，再一个，就增加。嗷！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战将吧？我觉得。看一下这个，嘿，走开！我已经没有防御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也想怎样 ？All right， 我们可能顶多就挑战到这吧。这个最难打，好，先恢复，休战，请增加我的生命。有了，拿到地牢大门的钥匙，已经几只了，这边也会掉，太好了。我想说只有铜地牢会掉，银地牢完全不掉的。OK， 这个箱子搜刮完了，还有谁没有被我搜刮到？我看你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回去让我做装备，好不好？拜托来我一。给我一整套！哦天啊，连裤子都没了。
的裤子，我最心爱的裤子。好啦，真的好难打啊！天啊，我在干嘛？我想说我都万全俱备，我想这一局可以直接一波带走。我看是我自己一波被带走吧。对，走开。好了，天啊天啊，我的妈呀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啊哈哈，哇，好吧，闯闯哦，哇哇哇哇哇哇！哦，他也是凋零的，凋零的，讨厌！哦天啊，更多！我已经快没有，我应该说我已经没有那个什么挑战的精神了，我装备都爆了，超难过的。有什么事情比装备爆了还难过？偷了奥钢钉就快走，好不好？我一定要偷他们多一点奥钢钉。奥奥，我一定要多偷他们一点奥钢钉，不然我不服。我回去要有面子做装备。天哪、啊，有没有不可破坏的、啊？不然其实。装备很容易就坏掉了，非常容易就坏掉了。嘿，哦天哪，我在干嘛？嘿，我想想看有没有办法。耐久比较高的装备好像没有这种东东耶，好痛哦！天哪，这是嘿 ，Oh my god！我们还有精力挑战吗？我们还有那个美国时间吗？我只拖到了八个奥钢钉。装备的耐久实在是没有办法太久，除非我们用我们的装备去把它附魔耐久三，就有机会。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法，分析中，小白的脑袋分析中。哎呦天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穿墙哎、欸，外挂，穿墙外挂，哎、欸，我也要来，我，为什么不行？你看什么看？好吧，我们看我们可以打多少就算多少吧。好，很痛，超痛的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我只能在这饿肚子。小战，好，我们小战啦、啊，小战啦、啊，耶、yeah, ！我最喜欢小战啦、啊。我们的武器不用担心，我们武器的攻击也是够的，主要是变成装备啊。我们的装备超可怜的，我们的装备真的很可怜，一砸就爆。还是说附魔术其实就是要用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制造很装硬、很坚硬的装备。可是这样对吗？破金苹果！你们想干嘛？快吐奥钢钉给我，给我！嘿嘿！我想让这一集可以快点结束，结果没想到你们这么强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嘿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啊呜！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嘿，嘿！往下！哦、天啊，下雷雨！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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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！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金苹果，哦哦哦！我们只能试试看了。我记得我耐久的那个附魔术还蛮多的，不够再去刷，再去虐同地牢。哦，就是他，他拿巨龙之剑。比较好的那个巨龙的宝石给我。然后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他们还是会一直伸出来。刚刚得找到一个往上走的道路。刚刚那个地方啊，好痛，不要理他们，理他们就会GG。冲啊！去偷东西！啊！好痛！哟，重新整理，哒哒哒哒。
等下，有装备。哦，耶嘿，我不怕。好了，我怕了。我救回一套，好不好？我勉强救回一套了。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我救回一套了。还有没有？那个装备是否再来一个？那个什么叫？我不小心把你装备打爆，我免费送你装备这种鬼东西。嗷、哦，很痛哎、欸！走开！我应该多带点金苹果，反正有金苹果那么多。嗷、哦！哇、哦，好多怪，好多怪！嗷、哦！好痛！我们救回一个鞋子，三筒鞋。嗷、哦！就是你，欸，好吧，我们啊啊啊啊，好痛！我已经失去了，完全没有任何装备了，我已经没有任何装备，我只剩攻击力的武器。我们今天被虐惨了，没想到金地牢还是这么难。有了再好的武器也没有用，有一种瞬间信心被打入谷底的感觉。啊，算了。是的，我失败了。啊啊啊！天雷的雄鹤啊！好吧，因为这样子，我们还是不够。来，我们回家。刚好今天下雨，还是待在家乖乖的养修吧。啊，我至少还有三桶锭，还可以安慰我。我今天救回了多少矿啊？好像也不多。我的地牢钥匙还够没有拿，看一下。我今天只救回了一个，这个保护 V， 然后生命最高增加10。可是我看一下我的耐久，五千，幸运耐久不，耐久就一本。哦哦，我的耐久只有一本哎，效率绿豆燃烧，锋利保护。啊哦，啊哦，啊哦，耐久只有一本，完蛋了，耐久就一本，还可以附吗？这些附好魔的还可以再强化吗？我看看，好，耐久，可以，可以附，可是像我们刚刚这样子打。他如果增加了耐久3好了，真的是耐久3，真的会比较不会被那个吗？真的比较不会被打吗？不知道。可是我们还是升，我们就是升哪一本，我们就坐在胸部好了。不知道，不是我们胸部了，我们已经很可怜了。Round 2， 我已经制造了无法破坏的箱子啊，不，装备。我希望这一局打得过，有的话至少我们可以撑到白金地牢，也许。哦天哪，来了吗？终于来了吗？还好我今天先插火把。快快快！啊，有点累格，他们怪太多了。啊，有点难，有点太难了。哇，已经一半了哎，不够啊，不行，这样子的话我们的防御不够啊，好痛！我们真的有必要穿上那个鞋子吗？没有，不是我们防御力不够，是他们人太多，只要他们人少就可以了。我一定要这样安慰自己。我们的胸甲太容易坏掉了，没办法。先跑！我忘记他们都这样子来的，他们就是瞬间会来一堆。就多嘛 ，day alright。我说真的，我应该带金苹果，我跟你讲，我应该带金苹果。他们在想办法逼我去按那个。这是装备坏掉了吗？快一半，不准换掉。
停停，我刚刚是不是施展了什么魔法？怪物不见了。你看，就算有耐久伤，还是一样很痛，还是很痛。我是不是不小心把他们都变不见了？我好像遇到 bug。好像把他们都弄不见了。好啊，好啊，都不要出现最好。真的都不见了，这算是一个机会吗？神给我的机会吗？还是我只是意外碰到了 bug？ 你只要在快死之前离开那个地方，然后又会被传，你只要刚好那个时候死掉，这几率也太低了吧？我可以走吗？有点算作弊耶，好作弊哦！天啊，啊，小白是坏蛋啊！小白是低能，小白是白痴、智障、低能，居然给人家偷跑，这样子玩没义气！啦啦啦啦啦！小白表示：好啊，管你们怎么骂，不是啊，我们可以逛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逛一下，我们看有没有可以捡的先带走，反正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捡了就带走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一开始来的目的。后代吧，哦不，我忘记带钥匙，可恶！可是这个机会难得，我们还是先走一下。哦，这里也有，我们很难对付那一拖来的怪物，太难。这边也是像是迷宫的设计，我现在免费参观吗？死路！我再看有没有那个我们可以开的箱子，然后里面刚好有装备。拜托啊！又是死路。这里跟那个铜铁老师相同的概念。哎、欸，没有人说不能逛一下吧？逛一下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吓死我了！嘿，忘记拿箱子，可是这样子有好有坏啊。第一，我得不到。我这样子可以逛，可是我得不到任何的奖励，我也得不到任何可以开箱子的道具，其实、也是蛮可怜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一个大哇！我的花鼠停不下来。啊，疾风不雪 ，sorry， 你很棒，但是。没办法撑住到最后，其实还蛮没有用的。因为如果要附魔的话，附魔什么东西是身上最好的？不可破坏的，真的是不可破坏的东西。啊，如果里面的经济老高都像这样这么好 K 就好了。哈，怎么可能？又受伤。我们这样的话，其实根本。还得要再重刷一次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。哦天哪，这是什么三铜剑？还有一堆锭，我一定要拿这些锭走，不然的话我的装备已经不能再做了，已经没有余地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已经没有余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先退出了。然后我在箱子里面搜刮到一些感觉还不赖的东西，像这个。像这个是不是生命碎片？嗯，我有得到这个，对，那我们就提升一点生命。我们很可怜的提升一点生命，我们金地牢暂时挑战不过，太难了。然后我有找到 BOSS 的房间，BOSS 的房间其实很难，可是作者有说，如果真的没办法跑酷的话，可以小作弊一下，就是我可以开飞行。对，我有开飞上去，因为我发现我跳了十几次，我发现我还是没办法跳，它需要到一个地方跳，对，然后那个地方很难找。在这之前呢，我们如果要进行跑酷，
们就必须先在前面的部分把怪物全部都杀掉，这是最重要的，我们必须要把那些怪物都杀掉。然后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材料够做装备啊？有啦，有 OK 好，我们既然有装备，那我们就下次再来挑战。可是我还是得先想办法解决那个就是装备耐久不够的问题。那我们材料够，我们下一次再来挑战。今天挑战失败了 ，OK， 真的很难打。好 ，OK， 就这样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